官方消息，吉林大学引进人员公示显示，中国短道速滑冬奥冠军武大靖拟聘为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。另外，中国花滑冬奥冠军韩聪宣布加入清华大学体育部。武大靖的短道速滑生涯相当成功，获得过奥运冠军，创造了世界纪录。新周期武大靖并未选择退役，但他已经看到了中国短道速滑新人们的成长，加上大量的规划运动员加入，武大靖实际上已经可以安心离开国家队了，成为吉林大学教授。武大靖将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另外，已经告别赛场的韩聪宣布了新工作，成为了清华大学的老师。他表示，我一直在为喜爱的事业奋斗着，计划报名我的课的同学们未来一定要好好练习，韩老师可是很严格的哦。总而言之，两位中国冬奥功勋运动员，其他赛场再见吧。